你好，我是易普通话的老师党安琪。Now, let's begin. A. 这本书很有趣，我可以借走看看吗？ B. 当然可以。 A. 这本书很有趣，我可以借走看看吗？ B. 当然可以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